2020年是丹麦王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70周年。70年来，两国友谊与政治经贸交往生生不息。美食和甜点是丹麦式幸福的重要元素。别出心裁的酒心巧克力，便是来自丹麦的美味传奇。艾顿伯格是丹麦甜品界的典型代表。1884年，安斯伯格先生在丹麦哥本哈根开办了第一家精品巧克力店，丹麦的酒心巧克力之秘诀由此开启。1957年，艾顿伯格获得王室御用品牌认证，并一直沿袭着丹麦式高水准的工艺。艾顿伯格将巧克力的醇厚微苦和名酒的馥郁芬芳混合，开启了烈酒和黑巧之间无糖霜的技术，给人们带来了令人难忘的美妙享受。如今，艾顿伯格将丹麦巧克力传奇带到中国，以令人喜爱的小酒瓶的醉人美味，一起期待下一个70年。